獨家試渠，三場所有剔二。大家好，我是蓋瑞。自从我们自由米毒舌影评呢在网上呢大受欢迎之后呢，很多人就跟我说，哎，我们应该要走出我们自己的工作室，要去访问一些更专业的人，更有才华的人，对电影更热爱的人。所以我们很高兴呢，今天来到五棵松这边的西兆文化传媒公司。刚好呢，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好朋友在这里做后期剪接，他呢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混过，而且呢还在两大国际媒体公司干过，他呢就是杨光。嗨，大家好。那个最近应该有看《戏王之王》吧？对，最近看过这部香港电影，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一部电影，所以今天也可能会跟 Gary 一起我们聊一聊《戏王之王》这部电影呢。你觉得它的故事方面的优缺点，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从表演上来说，还有它的演员阵容来说，其实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但是可能从我观看这个电影的角度来说，我个人会认为，如果男主人公身份定位不是一个警察，小警察，如果是一个更渴望成为明星的普通百姓，这种定位可能会好。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可能你看到电影一半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起来他是要在这个电影学校学习表演去做卧底的警员。因为警员的故事本身其实在这条在整部这个电影里线索是很薄弱的。好莱坞电影如果拍出这种电影，人家就会说很好玩很搞笑，可是很多的这个我们像中国的观众看了以后就会说，好肤浅，我觉得好无聊，像我们这个文学系的，我们是要讲求内容的。那你觉得你怎么去反驳这一点？其实我看那部电影完全是把它当作一部商业片去看，一部喜剧去看。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可能我们会想到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因为本身说实话，我倒觉得这部《戏王之王》可能作为想去电影学院进修、想去戏剧学院进修、对演戏有爱、热爱的这些年轻人，可能会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哦，因为他在电影当中已经告诉大家，要想成为一个演员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基本功？比方说，我们要有肢体语言，我们要有话语训练，还要有表情的阐述。对，其实他好多东西，如果你深去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喜剧之王》他在内容上会带给你更多丰富的东西。所以我本人呢，我觉得阿萨在里头的表演呢是相当的自然，而身为舞台剧出身的这个詹瑞文，在英国、法国都有修过这个肢体方面的表演，然后后来回来也自己组成剧场，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演技里头呢，的确是稍微夸张了一点。那我也想听听看我的好朋友杨光呢，他对阿萨跟詹瑞文的演技有什么看法？其实如果让我谈表演呢，我想先从詹瑞文说吧，因为詹瑞文是香港舞台剧的表演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有些人，比方说，其实看詹瑞文的表演，我们会去联想到周星驰，或者也会去联想到另外一个香港演员葛民辉。其实他们的那种表演都是表情很夸张，肢体动作很夸张。其实从《戏王之王》这部电影里，我觉得詹瑞文的表演更像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表演。因为他的肢体、他的表情，如果你是坐在剧院的大剧院的椅子去看前排舞台演员的话，可能那种感觉更强。所以我们在银幕上看到詹瑞文的表演的话，你会觉得哇，太夸张了，有时候会比周星驰觉得还过分。但是说到另外一个阿萨，我觉得能在这部电影里面表现得如此之好，确实让我挺惊喜的。因为其实像詹瑞文表演的演技已经在那个位置了，但是你发现阿萨跟他搭戏的时候，他们俩的场景戏很多，有在学校的，有一起拍 A 片的那种状态，但是你没有觉得阿萨会因为詹瑞文的表演他的演技会减分。我倒觉得其实两个人碰撞在一起，年龄层次不一样，一个很像20多岁那种小女生，然后一个是一个中年失败男人，但是对着戏剧的热爱，两个人冲撞在一起，其实那种火花还是蛮好的。梗系冇事啦。
长官，我想要问你一下，现在广电局已经允许这种性暗示的东西跟这种，我不认为，我真不认为。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动作不要再做了。你说，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有可能对于香港电影人来说，可能大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也许其实我们在看到阿萨演三级片 AV 女主角的时候，其实那种东西拍出来，刨除她啊啊的那种声音之外，我倒觉得那种东西可能更像文艺片，因为她和詹瑞文一起舞蹈也是真戏假做，其实他们并没有脱衣服啊、露点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说到底就是三级片可能跟文艺片只有一层纸之隔，就看你会不会捅破它。OK， 对，很开心又来到我们盖瑞导演电影教学。Scene one, take one。所以呢，演技最重要的就是口齿要清晰。像我这种口齿不清晰的呢，就要很努力。所以我来一个台湾的绕口令给你们听听。胡瓜夫妇到福华饭店护法护肤。好，我来一个快一点的。胡瓜夫妇到福华饭店护法护肤。胡瓜夫妇到福华饭店护法护肤。奶奶的，怎么变弹格椅的？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这个要说快就是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我跑了。胡瓜呼呼到胡瓜饭店呼瓜呼呼。从《戏王之王》这部电影呢，你还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整部电影里头有很多的明星穿插，比如说吴君如、郑丹瑞、梁洛施、黄秋生、曾志伟、薛凯琪。啊，输了。OK， 所以呢，你觉得什么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些明星加入可能会是商业电影的一个元素，就是大家在一部电影里面能看到这么多很有名的演员，因为有些像曾志伟可能还有跟吴君如他们是以喜剧路线著称，但是像黄秋生可能他演的电影类型很多，所以你很难去判断他会在一个喜剧电影里会出现什么角色。如果他要搞笑，我想很多人会期待，所以就是这么多众多明星在同一部电影里会是对票房提升的一个很好的卖点。我们非常感谢阳光呢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影评，非常感谢。那你也知道我们有六个分级，你觉得戏王之王你给他的等级是买正版 DVD 卡。买正版 DVD 收看戏王之王。 OK， 拜拜。要做一个古惑仔，一定要识得四个头：行头 characterization， 拳头 action， 想头 imagination， 最后是走头 improvisation。 明白吗？明白，曾耀 Sir。快来跳舞，快来歌唱，我要同你歌词手拉。